Sending you things I shouldn't do, cause you're on my mind and I can't sleep tight. And I know that we're talking night, but it's not that type that they want you to like. Cause I'm fed up, I can never be enough for you. Oh, I'm fed up of this, cause you're my best dream, best dream, worst nightmare, all at the same time. Oh boy, you blow my mind, oh, I don't know how to feel for you. You make everything so, so, so confused. Best dream, best dream, worst nightmare, all at the same time. 今天吃高雄五福便食，我点牛肉汤面，然后还点了红油抄手，你们看，跟小菜。我妹点了一个木耳，我点的是他们家这个凉拌鸡丝。妹妹说她比较喜欢吃麻善堂的，但我自己比较喜欢吃这一间，它是那种皮薄薄的，然后里面超多虾子。我们现在要来开箱这个包裹，是我们上个礼拜订的，反正就是看到比比叔叔他买了一双鞋子，是 Reebok 的一双，这是平底鞋，小白鞋，就是小白鞋啦。然后反正那双鞋我们一直都很想要，看到他买之后就决定我们来找一下，就刚好看到 ABC Mart 在打7折的样子，所以买下来是不到2000块，我们两个就各买了一双。哪一个是我的？2.45的是你的，7.5/24。对，这个是我的，给大家看。你就这双，我们买了一模一样的，就是这边绿色，然后下面是有点奶油底的感觉。我来试穿看看。我之前就超想要这个，后来在虾皮上面看都很像是假货，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买。哎，刚好哎，24刚好。就它不是完全的那种正白色，它是有一点奶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更好看。君君，你到底想怎么样？他直接挡住我们整个镜头。哎，这双真的很好看哎，而且很舒服。好可爱哦。我们现在要陪我妹去配眼镜，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什么。我今天上衣穿的是很久之前在 Converse 的 Outlet 买的 T-shirt， 我觉得这个字体超可爱的。然后裤子是一个短的荧光绿棉裤，之后会拍影片跟大家分享。鞋子就是今天才收到的 Reebok 的鞋子。买了一堆东西，收获满满。没错，等一下回家给大家看。我们还买了 Costco， 那天超想吃的，终于吃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买了什么东西。我买了一个我妹超怕的香菜洋芋片，还有一些泡面，这个都是泰式的，一个是绿咖喱，然后另外一个是海鲜，我从来没有吃过，想说我买来试试看。还买了这个柠檬原汁，因为我们家之前的被 Belinda 不小心直接以为是柠檬汁，可以不用稀释的，就一瓶倒下去，然后我们的那个 Mojito 就酸到一个爆炸。然后还买了布朗尼，最近超爱吃布朗尼，跟两瓶我妹说很不好喝的蜜桃果茶，但我都已经拿了，所以也没办法，就只能结账了。一瓶18块，我等一下来喝喝看到底是多难喝。还有一个这种盐味柠檬泡面，跟优格，最后一个是这个希腊优格，这应该是原味的。君君可以不要再舔了吗？刚刚还去无印良品买了这个亚克力的盒子，想说来放我的饰品，因为我的饰品现在就随便收到一个小袋子里面。我买了放戒指的，还有项链、跟手环、耳钉等等的。现在君君就是一直在舔我的相机，为什么要一直舔呢？你们刚刚听到旁边一直有喘的声音，还有一些就是咬东西口水的声音，都是他，他就在旁边一直舔一直舔一直舔。刚刚已经跳完了，然后老师说等一下要上课，然后随堂小考。It's a bicycle lane, alright? Very good. Alright, it's quiet.
至少你念对了哦。我把电脑拿出来上语时课，然后刚刚已经叫了我的午餐，在20分钟会来。今天的午餐我又叫了创意面的白酒蛤蜊意大利面，还有薯条跟一杯奶茶。我最近真的超爱吃的，之前跟大家分享墨西哥好吃，结果后来吃白酒蛤蜊之后，觉得这个才是最好吃的。你们看他，他把玩具整个撕烂了，然后地上全部都是棉花。警犬，你怎么了？还歪头。马上又到了晚餐时间，我刚下午就是在回 email， 然后躺在我妹的床上耍废。我们刚甚至原本想说来睡个午觉好了，大概在下午4-5点的时候，结果怎么睡都睡不着，所以就起来吃晚餐。我叫了派克鸡排，然后我妹刚吃泡面，所以她没有跟我一起吃。然后我们点了大院子，给大家看一下，夏天必点的就是这个芒果冰沙。我夏天就会点芒果冰沙，然后冬天的时候就会点那个美好时光草莓牛奶。然后我们这次还点了一个他们家的奶酪，我第一次吃耶，我之前完全没吃过，上面一样也是芒果的，感觉就很好吃。妹妹点的是芭乐美，你竟然不点芒果冰沙，你在想什么？我现在想说来把我的饰品都收进这个昨天买的无印良品的饰品收纳盒里面。我其实原本都是用这个 Mini Matters 的袋子装我所有的饰品，然后里面还会再用假链袋把它装起来给大家看，所以它里面超级无敌乱。但是我觉得这样收纳就是很不好看，而且我都会把好几个放在同一个袋子里面，要找的时候就很难找，所以我就决定我要买这个无印良品的饰品盒。其实我之前有买过那种比较小的饰品盒，随身携带那种，但是完全放不下我这些东西。我最上面一层呢，就是想说可以放戒指还有一些耳环，然后接下来第二层是放一些项链，第三层的话就是放耳环还有一些手链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层层的叠上去，所以之后如果饰品真的大爆炸的话，我还是可以把它再买几个然后叠起来。但我觉得应该两个就差不多了吧，应该不会到那么多。我都会留下那个品牌给的这种小夹链袋，然后把项链放进去，这样比较不容易氧化。因为我有好几个纯银的饰品都氧化了，我发现我好像不太适合纯银的饰品，因为我就是很不会照顾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那种放在那边，然后就过没多久我发现，它怎么变得黄黄的？我以后还是买那种非纯银的医疗钢可能会对我比较好一点，加上我的皮肤也没有到非常敏感，所以我不一定要纯银的饰品。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绰绰有余，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项链反而是最多的。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戒指，但其实我的戒指才这样子而已，看来我还有很多空间。然后耳环的话，我就只有这样一点点，因为其实我大部分戴的都是我现在耳朵上面那个医疗钢，就是可以戴着洗澡的。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买项链的，然后之后可能就是如果要再买上面的盒子的话，我可以多考虑买这个项链的格子。我现在要出门一下，因为浩浩跟 Belinda 来找我来聊天，所以我现在要下楼了，他们已经到了，超快。 Hello， 你在变吗？你是谁？严哥，好久不见。走开啊。来人家家里吃人家东西哦。一来就吃，然后问说螺蛳粉还有吗？对啊，我发现没有之后，所以决定不用来。好，我现在在想一个东西的命名，然后反正不是很重要，但就是我们现在想到了，所以我们就想出来玩一下成语接龙。没错，我们要脑力激荡一下。好，我刚刚讲哪一个？你刚刚讲到用完就丢，换你，换我吗？对，换你。丢，就四个字就好，其实不用成语，对吧？对，丢来丢去。我原本想要讲丢嘞老毛，但那是脏话。哎，对耶，那四呢？四有什么？四不过三。可以。好烂，真的在谐音梗。台湾国语。四不过三。哇，很强，很强哎。入口即化，化一只鸡。您
柠哦，宁静夏天，柠檬红茶，宁静无染。你很正规，对，他很正规。好，不要闹了。柠檬红茶，好，宁缺毋滥，宁缺毋滥。滥竽充数，没错。讲的就是这个，跟那个杯龟鱼一样。龟杯鱼。树大招风。我刚才想到这个，换你自己。风，风流倜傥。风流倜傥。是躺还是挡？其实我不知道。倜傥还是倜傥？好像躺耶，我一直记得是躺，好像是躺。哇，舞动人生感觉不像是一个成语耶。那随便啦，舞动红茶都可以耶。好，舞动舞，你的舞动人生，生来生活泡沫绿茶，生泡绿茶，生泡绿茶嘞。是你要哪一个？你要哪一个？太烂了，生泡绿茶。你知道生泡绿茶？生要有什么好茶？换我，换他，换我。为什么一直分不清楚那个顺序？生泡绿茶茶，那个、啊、察言观色，色怎么拿色？色即是空，色即是空可以吗？可以耶，这是成语哦。色即是空，算了，那你空即是色。又在换我色，空即是色。色完了，这变成一个轮旋了，色色发抖。抖音抖音，抖音网红，抖音网红对小朋友来说可能真的是成语。我想成为抖音网红。我们可以吧，四个字的就可以，其实不用。对，好，四个就可以。Try to walk straight, but I'm stumbling down. Try to walk away, but I'm coming back now. I knew I needed you, but I didn't know how. Why I tried so hard, don't know what to do. 我觉得我直接在这个游戏里面认输。然后如果大家玩四个字的成语游戏，你想不出来，你就是把那个字重复三遍。叽叽叽叽，对，叽叽叽叽。Baby, baby, baby. 等一下要考高尔夫球的规则，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笔记。我今天要拍几套衣服的穿搭，所以现在设定这个相机的角度。我刚刚拍了这些衣服的试穿的片段，然后讲解的片段，我大概明天或后天再来拍。今天先拍试穿他们的样子。我通常都会分两天拍，然后刚拍完那个试穿的影片，现在马上要来拍一个合作，是跟这个植村秀结缘友的合作，要拍一个15秒的限时动态，所以现在拿了这台小相机，然后因为这个脚架它是可以拍这种立着的画面，所以我就用它来拍。总共好像要拍按压它，然后直接卸妆跟卸完妆的样子，我好像有记在我的手机里面，看一下。我已经拍完了，因为刚刚需要在这个地方挤卸妆油，所以这边就滴的到处都是。还好我刚刚有先拿 Ginger 的尿垫来垫在地上，然后我等一下要去洗个澡，晚上文青生日要去吃饭。我刚真的是一瞬间做了超多事，因为我已经睡过头，所以我就赶快起来拍了衣服的部分，然后拍完之后赶快来拍现实动态。等一下还要去买软尺，因为我要量一些就是腰围啊等等东西，然后家里好像没有软尺了。后面的衣服有够乱，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什么。里面这个呢，就是随便在淘宝买的一个白色的内搭 T 恤，然后外面这一件针织背心是前阵子 Zara 打折的时候买的。这个小花超可爱的刺绣小花，然后裤子是我很爱穿的那一条 Levi's 的牛仔裤，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我就不穿我 Reebok 的新鞋了，我要穿之前就是已经没有穿到淋雨都没差的鞋子。好，出发！我跟大家说，我现在又是要临时抱佛脚，温馨的礼物我还没买，我要赶快去中山那边买，因为我们刚好在那边吃瓦城。
临时抱佛脚，还是买到了。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扩香，我自己超想要的，很香，是那种精油味的。我现在要赶快去餐厅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就是三个人隔住，刚好今天 Tammy 没办法来，他也没位置可以坐，其实。我们刚刚分来了这个月亮虾饼，结果他们都有三个，就只有我有两个而已。可是我的比较大片啦。没有吗？那我要偷你一片。文心给你，我刚刚临时抱佛脚买的东西，它是那个天竺葵、迷迭香还有薰衣草的味道。它下面就是哈密瓜，哇，好不精致的感觉。Happy birthday to Happy birthday。他完全不理我们，超没礼貌。我们现在跑来试鞋子，哇，跟我的脏鞋子比也差太多了吧？应该是那双。他犹豫要米白还是白，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米白。这超可爱的，小花，太可爱了。这紫色也好可爱哦。这双我也在犹豫。我这次把这个样品拿回来，然后跟我平常穿比较合一点的裤子对比一下，看一下它哪些地方有不一样，然后我们就稍微的量，然后调整一下。我们个人是觉得这个裤档这边好像太长了，对，然后这一件没有那么长，其实28，这个到32，哎，32，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要去28会比较好，对不对？屁屁这边减3。可是其实也露出来1公分，所以应该只要减2公分，对，减个1.5吧，对啊，裤裆减3公分，大腿我家直接画悬梁的这个地方减1公分，腰围减2公分，腰围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宵夜吃竹煎，这边有鱼。鸡还有牛跟猪，他在吃康宝的酸辣汤。